小时时间就到了。You know, you know, I'm good, I'm hot, I'm fresh, I'm fine. 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舞蹈，公屏上打一下啊。来，我们跳一个这个舞蹈啊，来一个这个猫步轻巧。包星星在这里，好看吗？好看的宝宝们666，扣一扣啊！ Hey, 主播好瘦啊，就是主播瘦才需要你们的保护呢，要不然长得胖胖的就可以保护你们了，对不对？ Go, 感谢感谢风哥哥送来的巴掌。喜欢笑的宝宝们点点关注啊！欢迎摸鱼哥哥。主播主播很瘦，但是有小肚子。
因为今天晚上吃多了。觉得不错的宝宝们扣扣666，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舞蹈。等我穿上高跟鞋给你们跳一个。等一下，这个歌就是比较性感的歌，叫做《初恋》，希望你们能想到自己的初恋。喜欢吗？喜欢的宝宝们扣个666啊，点点直播室通知我。Come on. Let's go.
宝宝们的支持与理解和陪伴，没有点直播室通知的宝宝们点点直播室通知我。初恋是一个韩国组合唱的，哎，咱们那个裤子有点短，你们不就喜欢看短的吗？你们就是为什么穿了你们喜欢的之后，然后还要说它短呢？